哇，好丑啊！丑？你小子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？Simon Dominic, Simon D-O-M-I-N-I-C-O-O。 大碗说话很火，今天就来带你们体验一下正宗的茶道。这就是茶园吗？我也可以。Nice。 遇到百灵，这里是来喝茶的，不是来修身的。我先用热水烫一遍，冒使茶叶翻滚起来。怎么还是有酒？专业的喝茶在品到茶的时候是会一定会这样发出声音的。姐，我给你沏一个。姐，你干嘛倒我的茶？酒满敬人，茶满沏人。沏茶的话，七分在茶汤，三分在情意。学到了，可不能这么给别人沏茶了。大师手法，哇，还真帅，我也试试。这个要学的专业的话，得有个几年的时间。啊，我试试。难道又想整火？表演时间。当我第一次替男友接侄女放学，第一次接小孩放学，没经验啊，这么卷啊，懂了。洋洋，洋洋饿不饿呀？饿啊！舅妈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我这边先等到一趟，不要挡在路口。洋洋，你先站一下。不好意思，陈老师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别笑。